以前我们先预备心，如果手机还没有关震动的，请大家关震动。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聚会，请各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好，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平安祝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再次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主耶稣，我要向你献上感谢，愿你的荣耀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也赐福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里。所以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救恩使我们心里能够再次得到重生和释放。我们感谢你，宝贵是家的救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再次来宣告，宝贵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
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我要向你敬拜，
献上我们最真诚的赞美。主耶稣，虽然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些跟不上，主耶稣，但是你爱我们，你喜悦我们，你喜悦我们，你心意诚实来到你面前。愿你再次荣耀充满在全地，也充满你神的家中，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遵行在你的话语里。主耶稣，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你的荣耀再次透过你的话语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今天坐下。好，我们在开始今天的生命讲座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新的朋友啊。先介绍苏田怡姐妹 ，OK， 好，欢迎啊。她是我们高中姐妹陪读的对象，好，每天中午陪读，然后也是第三家庭的学员，好，李美珍姐妹。看到我们的 DM 就直接走上来了哈，在上帝的恩典，好好久不见的王大哥从香港回来，恭喜过复活节节日，好，跟你旁边的姐妹说复活节快乐，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好，那么我们现在读经文，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哈，我们先读经，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是重量级的讲员啊，他重量级17年经历上帝的保守，好，在癌症当中抗癌的勇士，那在我们今天当中是很棒的兄长啊。透过他的生命的见证，布克利有带来吗？没有。今天没带 ，OK， 好，有机会请他带布克利 ，OK，他在中小学教学，然后分享救恩，同样的透过他的生命见证，有做开始做全年龄的服务，然后在第三章当中来做推动的助手。OK， 那我们用三句话来欢迎我们的讲员吧，你很棒。谢谢你，我很欣赏你。这是我们的毕业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高兴看到王弟兄。我的邻居，然后也很高兴，也很高兴看到张传道还有教会的一位兄姐妹。我曾经来过大尊教会，是在7章的车站的后面，捷运站的后面。曾经在那边有参加过你们聚会。现在呢，感谢上帝。我对我的资料写错，抗癌19年哈，17年是我笔误啊。那其实19年有4次就是濒临死亡，昏迷指数3，几乎就要被主接走。但是这4次神又让我复活了，要把我救回来，所以我很感恩。在这19年的里面经历4次死里复活的经历，今天是复活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所以我特别用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来跟大家分享。那请问我们都知道救赎主活着，不是只有你知道，但是刚刚读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刚刚读经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下一页。出来了。他说，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那末了是什么时候？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的肉体，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那个是我肉体绝灭，那是死后了。但是我自己要见他，有吗？你知道救赎主活着，你有见到他吗？还要亲眼看他，不像外人，不像外人是什么意思？不是看一眼就没有啊。外人是，就是内人的意思啊，就是亲密的人。那讲白一点，就是天天啊。哎，你有天天看到神吗？你知道是一回事啊，你天天有经历吗？然后他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这是啊，约伯哈，他这个直接跟他第二个朋友啊，他这个朋友说，哦，他说要下来，他跟他的第二个朋友以勒达豪在聊天。那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开头，弟兄姐妹，我们是知道主活着，还是天天经历主活着？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在这19年让我从风闻有神到亲眼看到神。主啊，让我们天天经历神你的爱、你的大能、你的奇妙带领，还有你的同行同在。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我们没有体会，我们也没有专注在你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好像婴儿一样被着妈妈抱，但并不知道谁抱了我。但是感谢主，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或者我们有没有亲身体验，你就是神，你就已经成就了。你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你已经成就了。所以盼望今天我们的分享，今天我们的认知，主啊，能够再进一层更认识你。说主啊，知道你活着，但我要像约伯一样更亲眼见到你，更天天跟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我其实是新店人，我爸爸妈妈从大陆随着军队来，就住在新店碧潭大桥的旁边。那时候那个是一个营房，现在呢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大润房，那个大爸爸的驻地就在那，我爸是炮兵，所以那边小的时候呢都是炮兵的营地。后来我爸爸又调他们的营地，又调到嘉义去了。那我们呢就在三桥的对面有个空军公墓，啊，大家如果是新店人的话都知道空军公墓在碧潭桥的对面。现在空军公墓都围起来，小时候没有围，我们在空军公墓里面呢就是我们游戏的场地，天天在公墓的里面，我们又是军人子弟，所以对于公墓的那些英勇的烈士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都是军人，我们常常跑到墓地里面去玩。我在新店已经住了30-40年以上，我大概30岁结婚以后才搬到台北。上帝很恩待我，我们在小的时候哪有知道上帝，资源非常缺乏，从新店碧潭分公墓要走到新店国小去上学，哦，每次这段路都是我们边走边玩，哦，常常都玩忘了时间，忘了回家，或者是啊，上学迟到。那过了这一段时间，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妈妈，她是信耶稣的，从大陆人，就是那这个妈妈是山东人，哦不，这个妈妈爸爸是山东人，但妈妈是浙江人，她就用她浙江的乡音在他们家开一个小小的这个主日学。然后我们在他们家，到他们家要洗手要洗脚，然后呢听他们讲故事，然后发糖果，我们就喜欢吃糖果，为了糖果呢就去聚会。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蒙恩，上帝也就是这样子爱我们。后来好妈妈就带我们到新店教会，我们的新店教会是在新店国小的后面有一个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国语礼拜堂，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拆掉，因为那个是民间的那个祭祀公会的地方收回去了，所以我们的教会现在搬到槟榔路。
在槟榔路呢，因为改建，现在正在做这个装潢，准备要重新的再开始教会。我的大哥在那边做长，我的弟弟在教会做执事，好像是我们的母会。那我们就在新教会里面蒙恩，上帝拣选我们，从一个不认识神的到风闻有神，然后风闻到49岁，听我得到癌症，49岁得癌症以后就开始亲眼见到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要回想一下，你是怎么蒙福的，你是怎么蒙恩的。好，那么比利达呢，他看到约伯受苦，他要安慰他，没想到安慰他，安慰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跟他辩论。比利达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神是公义的，有罪必有罚，这个很简单，我们也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小的时候拜拜新年那边有个太平宫啊，哇，也是百年的宫啊，那个在那个地方，中国人最喜欢拜神啊，我们5000年来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个皇天上帝，所以那个神一定是要执行公义，这个神一定是要有罪必罚。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管是拜什么神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所以约伯受苦一定是有罪，我得癌症一定是有罪，要不然我不会得癌症，这个就是这种道德主义的因果关系。那如果约伯是个罪人，那约伯应该怎么认罪？但是约伯从第一章开始就讲了约伯是个义人啊，约伯是个好人啊，那这么多人指责他，他要违背良心说他犯罪呢，还是他要骄傲的坚持到底说他没有犯罪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两个人在辩论的话，一定是在平行线上，你说你的理，我讲我的话，就像平行线啊。所以比勒达他是用道德主义在论，可是约伯他是用与神的关系在看，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好，神应该要直接告诉我，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不明不白的就得到这么多的痛苦呢？我自己生病我知道，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呢我生病吗？不是，我非常蒙福，因为我小的时候读到国小5年级，我妈妈就把我送到空丁子地小学啊，去受比较严格的训练，因为刚刚跟一位弟兄分享，他43年次，45年次以前初中都要考试的，那我这45年以后正好我们教育我的目的，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小五年级到空想是准备要去考那个学校，我妈妈觉得我小时候读书可能还不错，所以希望我能够在台北能够考上学校，有个好学校。我们军人子弟嘛，什么都没有，只有读书。你能读书，你就妈妈培养；你不能读书，就去打工赚钱。因为我们没有家产，我们都从爸爸妈妈什么都没有，白手起家。所以我那个时候有机会，常常坐空饷的车，他是空军子弟，所以有那个军方的大卡车，像这个一个，他们讲说是装猪的啊，因为有铁杆啊，怕小孩子掉下来，装猪的车子。这边有个大鹏新村，就在你们的附近，然后那边有很多的空饷，我就坐车，那是这个公路局，坐到大鹏新村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接我到空饷，空饷就是在仁爱路空军总部。我是这样在空饷被逼啊，逼到什么？逼到后来，不要考国中，我就分到仁爱国中，因为那时候户口迁到空饷附近。然后仁爱国中，那上帝一路祝福我，在仁爱国中考上成功中学。成功中学在我们新店来讲算不错了，因为那时候想要考到三省中很少人，所以我眷村的朋友都是读军校，他们都读军校啊，有不是幼校啊，就是什么专修班，或者是士校啊，反正就是爸爸都是军人嘛，当这样子节省家里的负担，每个家最少3个小孩，最多有6、7个小孩
啊，甚至还有八个小孩，那这样的话实在是很难有。上帝祝福我们，我可以读到成功高中，毕业又考上了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又在台北，所以我整个过程因为信耶稣，在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多恩典祝福。我看到你们的教会跟张传道分享，哇，你们带小孩子带得很好啊，然后呢，孩子们，你看你们给我陪读，不管是陪读圣经，陪读这个读书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策略，但是很辛苦，很辛苦。神必纪念，我那个时候就得有弟兄姐妹这样的孩子啊，老爸爸、老妈妈们为我们煮饭，就为我们煮水饺，就供应我们。然后呢，年轻人呢就教我们读书，我没有补习啊，但是呢，上帝就祝福我，考上了中大学法商学院，然后一路上神也打开我的眼睛，要说是神。所以我很小，1969年，民国59年，18年，我就信耶稣，日子不会忘记。1969年3月9号，我受洗。1970年7月12号，在花园新城嘛，我们办这个参加这个一个特会。五天那个花园新城很新了、啊，花园新城是台北市最棒的一个社区，啊，那我们在那边一个特会五天，在那个特会的里面，我将自己献给耶稣，一生服侍他。哎，他国籍啊，1970年呢，但是神就打开我的眼睛，要一生奉献他，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将来要做读神学院，去做神职服侍，这是我的什么的认知，我的脑筋，我的志愿，我的想法，我就朝这个目标去。我在学校读书，绝对不会忘记传福音。所以我在仁爱国中，我们成立仁爱团契哦，国中就有团契哦，我们团契从3个5个聚会。我毕业的时候，仁爱国中毕业的时候有70几个人啊，70几个人是布道会，平常聚会没有这么多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1-2年的时间，带领学生一起到教会去？啊，那是在那个仁爱国中仁爱医院旁边有一个信义会的，叫做什么恩啊，一个堂，我现在已经忘了。然后我走了，我们的棒还交给下面的。弟兄姐妹啊，他们还可以接棒。然后到高中，到成功中学，我高一啊，我就开始服侍。怎么服侍啊？找教官，教官那个学生的名字借我看一看，问你看看谁信基督教。我们就去找基督徒啊，每一班一班的把他找出来。然后我们的学长，高二学长还没来找我们，我们都去找学长。哎，我们在哪里聚会？因为台北市有一个福音团契。我国中就参加校园团契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学校都有团契，所以我们国中、高中的这些团契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啊，我们还有联络，然后呢，他们还给我奉献，知道我做牧师，还帮助我，为我一直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爱主，一起侍奉主，我好热心啊，我好喜欢这个，因为因果论嘛，因果论就是我越爱主，主越爱我嘛。所以我就努力的，哎，我也考上大学了。哎，考上大学了以后呢，我也考上了公务员呢。我也得到一个非常棒的妻子啊，她是台大森林研究所毕业的，我还没有读研究所，她就已经学历都比我高了。那我带她信耶稣，然后呢，她就嫁给我，这不是信耶稣很好吗？因果论吗？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因果论没有错，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因果论，不是一般拜拜的因果论，他给我们的是拥抱与神的关系啊，这才是风闻有神到亲身经历神的观念。好，现在约伯碰到困难，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骨瘦如柴，牙齿脱落。我从49岁就有这种感觉，生病了就是这样子。我生病了，我的前途就没了。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升官，因为我的长官说，哎，你要一定要读个研究所啊，那你要读个研究所，我要升你官，因为你可以为我们做事。我那时候已经调到行政院经济部，所以我考上了台大森林
记得研究所，为什么考台大森林系？我在林务局工作十年，然后我太太也是林务局的高材生，算是中级的资深的这个同仁，他帮助我一起读森林，有他的帮助，我也考上台大森林研究所。我考不是在职专班了、啊，不是去拿学位，我们是跟大学生一起考，考上了以后呢，我读了四年，我从45岁考上，读到49岁要毕业，毕业要写论文，才得到癌症。我得到癌症的原因是晚上加班读书写论文，然后呢，加班的时候呢，要吃宵夜，然后呢，日夜颠倒。所谓日夜颠倒，我白天还要上班。我大概睡觉的时间是下班6点钟到家睡到10点，然后读书到早上5点，再睡到8点去上班。用这种方式，一年我整个身体就垮，得到了癌症。这是不是因果论？好像也是，你自己没有照顾身体。那你得了癌症以后，长官说你就养病吧，不要再想到生命。老师也说你就养病吧，也不要学位了。所以我在大森林研究所学分都修完了，但是我没有好好学问，因为我一开始有论文癌症就复，所以怎么办？好，那我非常的可怜，他希望上帝帮助他。其实约伯错怪上帝，他的苦不是神加在他身上，是撒旦。我今天受19年的癌症苦，不是上帝不爱我，不是上帝惩罚我，什么是我自己受到攻击？当然有我自己没有注意好身体，因为我抽一波多，我乐观，我认真，我没理由要得癌症啊，只有一个理由，没有照顾好身体。神的手是医治的手，他拯救的，神不会加害我。这个是我从我国中开始信耶稣啊，最大的保障。弟兄姐妹，你要是碰到困难，你会不会怨呢？当然会怨呢，我也会怨呢。像我太太，2年前走了，照顾我的人都走了，我被照顾的人还留下了，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太太走的时候，正好我案例牧师，我案例完牧师，服侍完我太太，被主接走，我就问上帝：上帝啊，你要我当牧师？虽然这也是我本来愿意的，我大学毕业就要去考牧师，可是上帝没有拣选我，上帝让我先做公务员，磨练，认识道成肉身的意义，跟我太太磨练了38年，才知道神爱世人，特别是爱罪人。我以为我很有资格啊，你看我的学历都很好啊，我当然是考神学院，我将来一定是大牧师啊。神说：我不要人的热情，我不要人的腿快，也不要马的力大，我要我自己拣选的。神怎么拣选我？用癌症磨练我，到2年前才按我做牧师。我跟上帝：主啊，我已经67岁了，我做牧师是不是太晚了？我可以不要做牧师，我一样是。神说：我要用你的时候，你就要顺从。案例完，我太太3个月，我太太就走了。我就跟神讲：神，那你案例我做牧师有什么意义？我做牧师一定要师母陪啊，师母不陪我去服侍，不是就有仇敌的攻击吗？上帝用他的启示告诉我：我把你太太接走，我把你太太带回天国，是你太太的福气，因为找到天国去是蒙福。但是我用我自己来代替你太太，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说好？太太很好，是上帝呢更好。我说：上帝，我已经信你了，但是不是知道，是替代，是像你太太一样陪伴，好不好？当然好啊！所以有我有上帝陪伴，我更加有信心，原来侍奉他。弟兄姐妹，
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会受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痛，在神的里面。然后我跟弟兄讲，这十九年生病非常痛，我现在身上有三个洞，第一个洞就是大肠直肠的灶，我肛门已经切掉，我是大肠直肠癌，所以我必须靠这个洞来排我的毒，每天处理这个。刚开始我不会，要处理四个小时才能处理干净，我现在四十分钟就处理好了。我现在叫做照顾达人，因为我有九年的经历，我现在就用这个变成我服侍上帝的一个法宝。只要有这方面需要的，我去帮助他，他一定哇！因为我感同身受，我亲身经历上帝在造口这件事情上教导我陪伴我，所以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处理干净，否则身上的味道让我不敢出门。第二个洞，我的肾脏有一个导尿管，这个导尿管我已经装了七八年了。这种导尿管最多要装两个，因为它会感染，有细菌。可是我装了七八年，我还在装，为什么？因为我的输尿管三年尿出不来，就会结石，就会尿中毒。所以我两个肾都因为尿中毒而肾衰竭，我两个肾其实都在肾。我每天每两天二四六一定要，而且很早起床去洗肾。弟兄姐妹，第三个洞就是在我的右肩这个地方装一个洗肾的瘘管，那瘘管装在手上要养三个月又有伤，可是我来不及了，我已经中毒昏迷，必须在这边做紧急的瘘管，然后呢立刻洗肾。现在我已经洗了一年多，我的命又救了。弟兄姐妹，用铅灌在磐石上，只存到永远。约伯相信历史公断。我是用痛苦刻在我身上，用这三个洞刻在我身上。我相信上帝让我得到这个，一定有上帝的命。我知道痛苦我在受，但是我刚刚跟弟兄说，什么叫做痛苦变痛快？因为这个信，这个信会让我们怎么样？经历痛快，经历什么痛快？因为在这十九年里面，我快乐的享受神与我同行同在，所见到的神迹奇事哈，邀请同工帮我按下一页哈，下一页。约伯，他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活着让他痛苦做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啊。神与他同在，神没有离开他，就这样。其他呢？痛苦造成一大堆痛苦。摩根哈，这个解经家摩根哈，他讲说，约伯像一只空气波动的竖琴，在微风中吹拂。竖琴波动吹拂，我天天经历身上的痛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神在波动我的胸襟。让我怎么样？让我经历神。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有经历到痛苦，你不要难过，因为神与你同在同行，这是比痛苦更快乐的事。痛苦很苦啊，但是痛快很快乐。好，所以约伯说，我要亲眼见他，我不像外人。我救赎主活的是什么意思？救赎主就是至亲的近亲。我们在路德记就知道，波阿斯的至亲因为这个关系怎么样，把路德给娶回来。但是还有一个更新的，叫他要放弃。我们不但是主耶稣救赎回来的宝贝，乃是他至亲的亲属。弟兄姐妹，我要问这个问题，你跟耶稣的关系是外人还是至亲的亲属？
我从信耶稣1970年7月12号开始信耶稣，觉知到49岁，2004年、2005年、2004年，应该是2005年，我这么多年风闻有神，我这些年都很努力的爱耶稣，我是做一个官，教会里领诗唱诗，从主日学老师一直干干干，就差牧师没干，其他全部干完了。我觉得我的学历经历都够了，我可以当神的仆人了。神不要，因为那是你的热心啊，那是你的理想，你的目标，你想要当牧师啊。我国中高中在学校的外号就叫我汪牧师啊，因为我在那边读书，顺便都在传福音啊。那时候的外号就是汪牧师啊，有空没有就笑我是牧师啊，我以为荣啊，他们就是当我讥笑。可是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不配，我一生是病，我凭什么当牧师？我牧师要去牧养人，我连自己都还照顾不好，我去牧养人，我这么软弱的人，人家看到我，哎呀，你照顾好吧，你不要来牧养我了，你自己都那么烂。但是上帝说什么？他说我就是要拣选那个什么最软弱的、最差的，来彰显什么我的大能。所以我现在我能牧养吗？我能够给神用吗？都不能嘛，我什么都不能。我现在最能的是什么？睡觉。为什么？洗完身累到不行，只想睡觉，没有体力啊。第二天起来以后还觉得睡不够，想再继续睡。可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活神，他给你渴慕，给你希望，给你力量。所以约伯在里面讲到他的信心，他只做一件事，相信上帝。我也只能做这件事，我相信你做的都是好，包括我的癌症，如果没有你同意，我也是也有求得癌症。所以有姐妹，约伯的信心让他知道，当时19章25到27节，那是一盘网，但是约伯亲自经历啊，经历外面内与至近的亲属便最合朋友。其实上帝还要给我们更多，下一步还要给我们更多。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没有办法时间讲约伯，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都是什么？都是场外的，都是外人，因为他们没有像约伯亲身经历。可是约伯亲身经历上帝与他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在这地方，我们是亲身经历神的人吗？那你如果亲身经历神的人，你跟神生命的关系就用神的馨香之气彰显出来，帮助很多人。现在我虽然是最软弱的，可是神让我帮助很多人。我是癌症基金会的抗癌斗士，我常常接受记者的访问，到电视台去座谈，甚至很多的机关、学校，包括陆军机关、学校都请我去演讲。我这么软弱，我是个生病的人，还要请我去演讲，因为我亲身经历癌症的痛，他们希望我去鼓励他们。而我呢，是最佳的癌症代言人，而我呢，是亲身经历。我明天4月1号就是定期在台大医院，他们有一个祈祷室，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爱心网，每周礼拜一晚上都有轮流外包给各大教会去做福音布道。我包了4次，因为我是癌症的见证。1月8号、4月1号、7月1号、10月8号，每三个月第一个礼拜我都要去做见证。我已经做了10年，我还在继续的这样做。凭什么我这么软弱的人，神拣选我去做？弟兄姐妹，不是我做的，我的力量，可是我经历的神迹是什么？神天天帮助，
成天天祝福，这个就是生命的关系。下一页。那神不只是他的命令，不只是他的救赎者，不只是约伯的至敬的亲属，下面还有更重要。神今天不只是让我风闻有神，不只让我亲身经历神，神还要天天与我同行同在，每天经历神迹啊。弟兄姐妹，3月7号出了一个车祸，没有被车撞。3月7号的早上下午5点钟我要去洗身，我穿着雨衣，如果5点钟我要洗身的话，3点多就要起床了，处理我伤口，处理我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要出门。这么大的雨，没有什么计程车，也没有公车，我只有骑摩托车。骑摩托车我知道慢慢的骑，因为我们都已经年纪大，到快要停车，快要已经到了准备停车的时候，哎，不小心一个滑倒，我的整个人就摔到了，人和车一起摔，摔在我的左肩、左臂、左胸、左背，哇，这个摔下去啊，年轻人来讲没什么关系，可是对我来讲，哇，我好像感觉到我的骨头都散了，好痛好痛，撕裂伤。然后呢，又要洗肾了，也不能不洗啊，也不能回家，我只有爬起来。好，感谢主，我在一个 seven 的前面摔倒，有人看见，从 seven 一个计程司机看到，他帮我扶起来，我把车子停好，穿着雨衣跑到楼上，那就在罗斯福路三段那个跟金文家的对面十楼有一个洗肾中心，我在那边洗肾。到那边去，我们的护理师把我把雨衣脱下来，把我把它弄好，就让我睡到床上，休息四个小时再洗肾。我已经不省人事了，为什么？摔到痛到不行。还好我都穿着雨衣啊，那雨实在很大很滑。那这一摔啊，我又是病人，这一摔不得了，很多危机都出现。骨头断了没啊？有没有扭到啊？肌肉拉伤啊？有没有影响洗肾啊？洗完以后稍微好一点，坐计程车赶到台大去做检查，连做检查的力量都太强，你要上什么 X 光啊？啊，要去做什么东西啊？告诉你，碰到不痛，我连起床、坐下，哇，呼吸、打呵欠、咳嗽，头发撕裂。弟兄姐妹，你想想，一个人要活到这样子，是不是很痛苦？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形象的意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免疫力。我虽然当天不适合检查，医生看一看，还好没有外伤，我连外伤都没有，但是内伤很重，骨头都好像散掉一样。所以就坐了计程车回家，赶快怎么样休息睡觉。七天，我在家里面不是用走的，是用爬的。为什么？只有爬，我右边可以翻右边过来，爬去上厕所，爬去处理伤口，爬去吃饭。要是要出门的话，又是勉强起来，哇，坏了，站起来，然后很辛苦，很辛苦的。过了七天。那七天神就让我们慢慢恢复健康，七天好了以后，我可以起来，我可以行动，我可以走一走，但是痛还是痛。然后再七天就越来越好，今天已经是37、27天，你看已经到31号了，我已经可以很自由的行动。弟兄姐妹，对你来讲，这个月很简单嘛，都是应该的，我每天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我来讲，天天有变化，天天有神迹，天天有神的恩典，天天有神的祝福，天天有神的保守，你感受到了吗？弟兄姐妹，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连呼吸喝一口水都是恩典啊。当我喝水不小心，不要说喝水，
口水都会咳嗽。他我要咳嗽，我这边就撕裂呀、啊，那你说多痛苦啊！弟兄姐妹，这19年，我4次从死里被神救活来，都是这种撕裂伤的感觉，痛到不行啊！但是做神的命友，做神是我们的救世主，有什么好处？下一页就是帮助我们明白，这救赎主不是救我们从痛苦里做出来，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什么叫做罪恶？痛苦跟罪恶会不会划等线啊？原来今天复活节，神要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神不会把我们从痛苦里救出来，因为神给我们的身体，神给我们的形象样式，神给我们的免疫力，会让我们复原的，他会修复的。但是你的罪如果没有被谁被神弥补掉，要对付掉。你说我哪里有罪？我很好，我每天都乖乖的。从亚当来的就是有罪，从我们心思，我们有的时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我们都不知道啊，天天在我们脑筋里面跑来跑去啊，我们被污染的很厉害啊，尤其现在有这个3C产品。弟兄姐妹，救赎主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当你从罪恶里救出来，你虽然在痛苦中，你也是快乐。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从罪恶里救出来，你在痛苦中，你就痛苦到不行。我很多的病友啊，痛苦到放弃希望，痛苦到自杀。为什么？罪，魔鬼的害人下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救赎主活着，那救赎主的意义目的在哪？这个问题我也要问你。如果今天耶稣要这样子的祝福你，你也知道，你也体会，那救赎主活着的意义在哪？我还是过我的生活啊，那你今天复活很棒，我还照我的意思做，风闻有神就是照自己的意思，我怎么风闻？亲眼见到神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我现在就不能照我的意思做了，我要怎么样？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好，下面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跟大家讨论什么叫救赎。这首诗歌，请弟兄姐妹们带我播啊，用诗歌来唱一遍哈。这是我们喜欢唱的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是我们的老歌哈。来，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活？恩典权柄都在他手中。来，我们唱吧，来。我知道救赎主有我。我深知道，我救主活。
告诉我们答案，那是诗歌的作者的答案，那是不是你的答案？你知道吗？你说我知道，那你真将你的生命交给他了吗？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啊，要跟弟兄姐妹讲，我活一天都是神迹，因为我三个洞啊，很容易感染。但这个神迹是什么？是我这么重的病，我还要到医院去服侍。我是什么？长寿了去吃砒霜啊？我都不耐烦，是不是？我不是啊，我就是遵照主的命令。你说主的命令是要叫你到医院去感染吗？当然不是，魔鬼用医院的感染来威胁我。那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他活着，我就怎么样？我就靠他就好。怎么靠他呢？我到医院去当然要做好保护，把口罩戴起来，手上要擦这个消毒水。但是我不害怕去医院做见证。你知道这19年，我多少机会被感染，也被感染过，但是我都怎么样？都活过来。COVID-19 四年，我太太也被感染，我女儿被感染，我没有被感染。哎，这么近哎。然后呢，每次到医院去，多少人被感染都不敢呢。我也被感染过啊，但是呢，我这19年感染都没有对我造成致命的伤害。啊，不是我做得好啊！我告诉你，这就是与神有关系，神就会怎么样，在各样的地方带你进入死荫幽谷，都不怕遭害。这个不怕很重要，你怕你就不去了嘛。你不怕，不是血气不怕，是你真知道主保守你，主带领你。这是诗歌作者的信心。但你我的信心是什么？你说，哎呀，我们都已经70、80岁了，我等着主接我们吧。我也是啊，我45年是今年有68，马上要69，快70了。那我自己可以养老吗？抱孙吗？在家里边，虽然我儿子女儿还没结婚，我儿子女儿都是传道人，他们都不结婚怎么办？对不对？难怪下面都没有小孩子了。但是我并不是要一定要抱孙，我只是希望什么？只是希望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活一天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可以自己挥霍，想干嘛就干嘛，等主来接你。你也可以好好的问问主，你要怎么过日子？神不叫我们天天忙啊，神要我们轻轻的享受它。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歌词是非常非常的荣耀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再继续把它唱完，四段歌词，来，我们看下一页。歌词请有几个人真的在好好的想，你看这一年来，我神一直用他自己来代替我失去的爱，每天早晨神用他的话来吸引我，每一天亲近神，把神给我的话都打在我的手机里面，我怕我忘记哈。然后呢，圣灵引导我每天的脚步，然后呢，圣灵也给我渴慕的心。我现在因为我姊妹走了，我来上爱上辅导的课程，都是在线上的，所以每个礼拜一晚上我都在上课。然后呢，神也让我学习性格管理学的认知，因为我们要去与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去上这些课程。神在我的身上，我虽然是牧师，但并不代表我已经完全了。神还是给我这种渴慕，哎，这要花时间，还要花体力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和体力啊？我要睡觉啊，我很累啊。神说：“我与你同在。”就有无限的恩典，就很渴慕，就很想学。在我错误解读神的意思，神还让万事互相效力，替我怎么样，带我回正确的路上。我在软弱失败中，神还让我看见，所有的软弱失败都是神话中的祝福。啊，我里面还是有很多自私，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不满，但是神怎么样，还让我能吃能睡能动。神还是给我什么智慧启示来教导我，神还赐我乐意的灵去服侍神，特别是服侍神。其实因为我们都有生病人，我们就服侍神，很多人不要，啊，你不要来了，你这样生病，你还会影响我们哦，搞不好你把病菌带来，很多是这样子的结果啊。特别是我们已经到了70岁了以后，
我们身上啊，比如说七十岁身上的人，七十岁以后身上都会有一种什么老化退化的一些味道，老人味。老人味有的时候人家很不喜欢的，有时候小孩子看到老人都不喜欢跑掉，因为老人身上有一些味道，尤其像我身上味道特别多，我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精心很精心的要把身上的味道啊闻一闻，到处闻，我问有没有有没有味道，才敢出门。弟兄姐妹，但是神却是我乐意的人，很多人愿意请我做见证，我现在还真是很多我必须要推掉，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现在活着。又不是我在活了，保罗说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果基督不活在我里面，我走都走不出去啊。为什么？臭臭的，我自己自卑的不得了，但是有基督在我的里面，我凡事都能啊。下一页，弟兄姐妹，与神同行和与神同行，这个就是神要炼净我的。你不要以为你当了牧师你就可以去审判别人，就可以牧养别人，就可以说什么，不对的。与神同行，当牧师是要跟神走路，跟神跟随神每一天的脚步。什么叫与神同行？看起来好像与神同行。当我们读了圣经，当我们有了很多属灵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有因果论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怎么样？一看人家，这个人一定是父母犯罪，这个人他自己犯罪，我们都在审判人。你看这个社会不都在审判人吗？出来一件事情，哇，那个网络上怎么批判他？啊，最后批判错了以后就忘了。这个社会都在做神，每一个人都要当神去审判别人。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是神，我们是什么？是跟随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侍奉里，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你每一天生活，你先检讨自己，主要我是要在审判人，我是要去批评人，我是要去论断人，我是要来评价你，还是我要跟随你的脚步，让我跟随你的脚中心。下一页，释放人错误的动机，这以前我都有啊，为了得神祝福，我有，我要得到神的这个奖赏，因为责任与义务，对啊，我是教会的传道，我是教会的这个同工啊，怎么样？因为神需要我，我那时候骄傲到什么？做我助力这么好，你不到我当牧师是你的损失。你看看我这么骄傲，你不拣选我是你的损失。你看我多预备，我都预备好了，但你不拣选我，我就去当公务员了。我就是这么骄傲。神说我就是不用你，因为你不够格。等到我说我不够格了，我说我不要，神说我现在要你了，你现在要做个邻居了。我现在要用你了，弟兄姐妹，神需要我吗？神不需要我，我需要神啊！我现在离了神一天，我就活不下去了。身上三个洞，我还怎么能活？弟兄姐妹，你没有洞啊，你快乐的不得了啊！你需要神吗？我不知道，也许你不需要神，你活得很好啊。你每一天，你搞不好就像我以前一样，凡事顺通啊，五子登科啊。你只是这样认识神吗？还是觉得哇，我跟神都有好处，我服侍神，神服侍我们，交换利益？还是觉得我很重要，所以神要我？还是服侍神反正习惯了，每个礼拜天不去好像不太好？你要证明你有能力吗？我以前要证明我有能力，我们办不到会办到都比人数的。哇，那时候背经，我们在成功中学，暑假21天。新约就读了7遍，为什么拼业绩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拼？每一天起来就是读啊，从新约马太福音是读到创世纪，将来画了7本圣经，就这样子的读啊，3天读1遍，21天读7遍，哇，拼得好高兴啊！这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吗？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懂，就是渴慕，但是呢，当然有好处了，但是这个不是服侍神正确的东西。你是怕神审判你，啊！你不服侍神，谁要打你屁股？将来你是不能去天国。这些服侍神的态度都不是神要的。我们看看正确的态度是什么？正确的态度就只有两个：神配的，他就是配的；神回应神的爱。所以神的超越性、神的临在性，有没有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关系？
怎样审审美的？不管你的状况好不好，不管你跟约伯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你就是相信神，你爱神，你渴慕神，就是这样。一个你信神，一个你渴慕神，剩下的神帮你做。今天我在那边服侍神，有人说哇，你做了很多，你很厉害，很多人都这样看。我说这不是我做的，我说明明是你做的。你相信一个挨饿的人能做这个事吗？我有点不太相信，你到底怎么做的？上帝做，我只是一个器皿，杯子装水，我就是个杯子，它的用处是装水给人喝，我就是个杯子给神用，这个杯子就只有摆在那里，如果神不用我，我就是个杯子摆那，神不用我，我也不是牧师，神不用我，我也不是什么什么宣教士，也不是什么这个抗癌斗士，也不是什么乌克丽丽老师，也不是什么智商辅导师，也不是什么灵性关怀师，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什么，我只是个病人。但是因为给神用，神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所以神配的，神灵在，神在我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大能，因为都是神做的。神在我身上看见的是什么？神同在。你说神同在有什么好处？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我告诉你，神同在的好处不只是今生神的祝福，还有永生，这是太大的祝福，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看见的。如果还有90秒，你要干嘛？你今天只有90秒。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不能干，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那样赶快亲近主，赶快跟神说：“主，我要爱你，我要信你，我要跟随你，我要抱你，我希望90秒跟你抱得紧紧的。”不是这样子吗？那你现在不止90秒吧？以我现在来讲，如果我70岁，我们人生是83岁的话，我现在还在家。10几年的生命，啊，我68到83，还有15年的生命。可是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变成只有2年，因为医生跟我讲，我的大肠癌、直肠癌就复发了，传到肝了，肝也切了，所以理论上我是2年的生命。我的很多病友2年都走了，但是我为什么活这么长？因为神赐我这些恩典，所以我定2年，神这2年你让我活，让我这2年跟随你，2年享受你。2年看上帝要在我身上做什么神迹，让我得到什么供应，让我怎么样子的享受主。主耶稣有很多的身份，有人算过，耶稣有25个名字，25种身份。弟兄姐妹，你享受神有多少？你追求神有多少？这是和永恒有关的。下一页，什么叫淘汰？是不是人死了就淘汰？是不是我生病了就淘汰？我被办公室淘汰，我被病房淘汰，我被社会淘汰，我被我的健康淘汰，我被我的家庭淘汰，我也被我的自然淘汰，是不是死了就没有？弟兄姐妹，我的答案我先告诉你，你的答案我知道。神要让我们做神的儿女，是在天国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弟兄姐妹，我不像王子啊，我像个病人啊。但神要我们做一同做王是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是王啊！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就是王啊！那这个王就要小心了，是王出来还是你出来？如果你出来，你就是罪人；王出来就是荣耀。到天国也是做王啊！我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但是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了，随便神分给我们一个星球去做王，不得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将来要去当王，我们是要做小基督、小耶稣，活出基督，活出耶稣。不管你在哪里，你在你的家，你就是基督；你在各个的地方，你就是小基督，活出基督。你说好难呢？我
我动不动就得救呢？上帝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我到现在也是在学啊。好，60岁我被职场淘汰，70岁我被人生的舞台社会淘汰，对不对？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就是相信和顺服，信靠顺服，你一直与神同工，神还可以使用我们。我得癌症的第一天开始，神就开始使用我了，炼净我。我现在在癌症里面，我是造口达人，我是灵性关怀师。就在生病了以后，我才得到了这个斜杠，又是智商辅导师。这都是我得癌症以后上帝赐给我的，还赐给我当牧师。我60岁以后，神还是这样使用我。70岁，你已经被社会淘汰了，你好像已经没有工作。你要靠退休金，要不然就靠儿女。但是神是我们的舞台，有数不尽的恩典。神现在每一年还供应我，我的薪水退休了，被政府砍了，我大概还有5万多。我妈妈就住在附近，那边有合欢御宝，我们每个月都要孝敬妈妈1万块。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每个月1万块一定少不到妈妈，这是神的祝福。然后呢，每个月我要看病，我还要交2万块钱给我们家买在房子，住在我们汪弟兄的隔壁，1800万买的，我每个月要交2万块房租啊，因为那个是我女儿的房子，我们当初要买给我女儿，然后我每个月交2万块帮助她，她每个月的房租1800万。是8万块的利息，8万块的利息，我太太那时候要分摊2万，她也是公务员，我要分摊2万，然后我女儿跟我儿子每个人要分摊2万，可是我女儿一个月的薪水也只有3万多，儿子也是3万多，儿子在校园团体做全职同工，也只有3万多，女儿呢在嘉音教会当传道也是3万多，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要用以后来，我跟我太太每个月要扣2万，现在我太太走了，儿子要替妈妈还，因为我太太所有的遗产全部交给儿子，儿子要来管太太的遗产，然后他要负责这1800万所有的利息调度，上帝恩待他，给他理财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一个月固定开销就已经3万，已经固定开销，剩下2万多，我要看病，我要吃饭，我要过日子，我还要奉献。但是这几年我服侍神，神没有让我有任何缺乏，感谢主。因为你信神，神负责你。下一页，然后要准备到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怎么样衰退。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我看到你们教会有好多人参加第三家庭，哦，我非常感动。哇，一个教会能够这样的推动，在我们新界教会，这个是上帝要大大祝福你们教会一个开始。为什么？我告诉你，在后面这20年，2025年到2045年这20年，是台湾老人最多的时候。我们的老人5个就有1个，5个里面，1个要上学，2个要上班，还有1个要去找出国或怎么样，剩下那1个就在大街上旅游了。所以将来旅游都是老人在那边旅游，其他的人要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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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不婚不生越来越少，所以台湾后来的20年会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教会如果有第三家庭的生活跟生命，第三家庭讲简单的，其实就让耶稣做一家之主，耶稣来带我们家。大尊教会非常可爱，我们人少不在乎，耶稣在这里最重要，只要有神的爱，在大村教会第三家庭，它是一个练习的工具。第三家庭只是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练习让我们完美。怎么练习？我们有自我健康管理，我们有温馨的陪伴练习，我们有贴心的照顾练习，我们要一起圆梦的练习。所以就算你身体渐渐衰退，
弟兄姐妹，在第三家庭的练习中，神必收留我们，不是安养院收留我们，神必祝福我们，活得更荣耀。第四次到九十岁的时候，被地球淘汰。很多人活不到九十岁，我妈妈今年100岁。我们5个兄弟，每个月照顾我妈妈，我妈妈就住在新街的这个欢愉堡。当初7000万，我弟弟买的，我弟弟所有的积蓄买的房子送给妈妈，要妈妈养老。但是这个7000万的房子，他每个月要缴管理费啊，就2万多，快3万。哇，一个管理费可以租一个很棒的一个套房，一个，但是那个真的是管理的好。而且又是很棒的大学，然后我妈妈请个外劳，一个月要3万多。妈妈不吃不喝，一个月要花6万，钱哪里来啊？她有5个儿子，感谢主，儿子分担，1个人1万。然后呢，妈妈有退休金，妈妈退休金是爸爸退休以后，到现在的退休金。每一次发退休金的时候，那个人还专程来发给我妈说：“哎呀，你现在是我们唯二剩下的老人发退休金了。”先生都走了，但是太太活到100岁。妈妈就拿1个月7万，2万块，加上我们5个兄弟5万，7万块过她养老的生活。我妈妈自己都说：“我不必啊，我一个老人没有用，我花这么多钱干嘛？”我说：“妈，妈在家就在，妈在家就荣耀。教会里面有这些可爱的老母亲、老妈妈，这个教会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妈妈的味道，就是神的味道。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兄弟团结和睦，同心一致的侍奉神。我二哥也是牧师，被主接走。我大哥是教会的长老，我的弟弟又是教会的执事。我的小弟弟叫东方比利，有听过吗？东方比利，如果你前一阵子在真理堂，你知道东方比利在我们台湾，他带动了一个拉伸操的活动。他也是一个全职的宣教士，现在在上海。他是新加坡的演艺人员，得了20几座新加坡的金钟奖。然后呢，他用他的演艺生涯去侍奉神，把他一生都献给神，献在众人当中。今年7月份以后，你们以后会听到他的见证。你打一个4个字“东方比利”，你可以在我们全家都献给主。所以，神让我们到100岁都不会退休，地上的一切都要烧尽了。物质神来的时候，神的日子来的时候，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被神淘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要接续神做王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预备好做王？我们哪有预备好？我这个病人啊，我不够资格啊。我告诉你，你只要肯信任顺服，你的资格，神在你里面替你完成。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服侍神是神在帮助我。好，我们看下一页。耶稣灵赐的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要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姐妹，今天复活节，耶稣在天国等我。但是耶稣要等的是什么？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的人，永远不会被淘汰。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不是你有做到。你做不到跟我一样，但是神做得到，你就做得到。你让神做，神就做得到。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只有你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只有让你做，你必成全。主啊，孩子已经是让你成全了19年的癌症病人，虽然我现在还在治疗中，每3个月我要去动个手术，每3个月我去换管。每3个月我就要大大的整修一番，但是这都是恩典的记号啊，这都是化妆的祝福啊，这都是神机骑士的显现的、啊、主荣耀归给你，愿意在我们大村教会，愿意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中间，每一个人都被你启示看见，在他们身上有多少神机骑士。主，让我们天天的要感谢，就算是我们看不见，我们都还要感谢，感谢感谢再感谢，赞美赞美再赞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大大的充满我们大村的教会。
每位弟兄姐妹常常祷告，不住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最后，我有一本书，领袖的属灵的领袖，我有四本，我要送给大家。在你们教会，我已经看到好多你们教会属灵的领袖。你说做领袖是干嘛？去领导？不是，做领袖就是愿意和我一样做神的仆人。如果你喜欢这本书，你可以来我这边看一看，免费赠送。但是读完了以后，希望能够有点分享，看神要怎么样子的，让你得到天国那个非常大的荣耀。好，谢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传道，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用三句话谢谢我们的讲员，将荣耀归给上帝，好吗？来，你很棒，谢谢你，谢谢，我很欣赏你，谢谢谢谢。跟你旁边说，我们永不淘汰，我们永不淘汰。好，我们永不淘汰，是我们大村的家长，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复活节当中，我们透过主餐。来纪念我们的主，因为有家长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就啊是一个温馨的家，我们就直接就用这个我们读经文，辉哥前书十一章二三节到二十九节。好，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公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喝的身体。但时间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得罪的。我们来体验九十秒钟，主要再来，我们怎么样醒察我们自己？我们就安静时间。桌前照着圣经的吩咐，我们先来醒察，求圣灵再次光照我们的内心，比如说查验我们当中是否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比如说求你自己在这里保血来遮盖洁净涂抹。当我们在礼拜五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把我们今天纪念你的复活，把愿你的复活大能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从前默默有你，把如今我们可以亲眼见你，就是透过主餐，主让这次与你自己在约中重新立下这个新约，为你赐福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规矩，如果当中还没有受浸的弟兄姐妹，可以暂时不要领这个饼，不能够分。如果你的笔记是拿着，我们从面前来握着，握着一下这个饼，来试一下你的饼，试试看。起立，我们请今天的人物特品注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甚至于在2000多年前赐下一个独生爱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献上感恩，现在我们吃这饼，也就是与主立了新约，我们要与主同行，与主合一。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要主擘开的身体，你坐。然后主要赞美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每喝的时候都要执行，为的是纪念。请会众起立，请他们用为这杯祝谢。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你复活的日子里，我们能够吃这杯喝这杯，与你完全合一，这是何等的恩典！也祈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盼望，尤其是当我们身心于失衡之际，脆弱软弱无助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翻墙壮大，让我们能够面对困难。也感谢你今天来参拜你的仆人和万牧师传讲的话语，让我们都能够充满信心，享受你无限的恩典。这样的祈求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我们存感恩心，你用主立约的宝血。请坐，请收杯，是这样。Thank you.
你，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除了我们在你面前看见这是奇妙的恩典，当我们透过主餐，我们与你再次立下新约关系。我们吃这饼，喝这杯，只等到你再来的日子，愿你得到一切荣耀。听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请会众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大尊教会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新的朋友啊，我们隔壁的好邻居苏燕林董事长，也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啊。我们在三月份开始的每两个礼拜的礼拜四下午去跟这些长辈们最长的也是100岁，好啊，最年轻应该都是70、80岁了哈，所以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们哈。所以我们在那边跟他们唱诗歌、赞美操、玩桌游啊，互动。所以谢谢市长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他们。好，那么礼拜四我们4月11号还会有下一次的服务。如果礼拜四你有空，2点到3点半我们就一起来帮助啊，这些朋友跟他们玩在一起，高兴在一起。那就是我们也在礼拜四送了复活彩蛋，跟他们分享上帝复活的喜悦，主耶稣复活的喜悦。好，我们看各位的周刊，我们现在谢谢汪牧师今天的分享信息。当我们在预排的时候，他跟我们说祷告，因为他每一天都在过最后一天的生活，所以都是恩典，我们能够排到今天都是荣耀，上帝的荣耀的恩典。好，那各位继续为我们祷告，他在我们新店地区是一个推手，推动我们各教会联合合一，一起来服侍我们新店的许多的百姓。OK， 好，那么我们会后等我们可以一起看。那这一季我们会灵修的经文是在上行之诗，我们开始120篇的系列。那各位可以在早上可以自己阅读目前因为没有 YouTube 的回播，我们会短片给各位，然后可以看我们其他的YouTube 的一些信息。好，往下，那么第四点以后吗？对对对。好，那么请各位去为我们现在青少年的各样的暑期的活动在筹备当中。那我们会有在本地在教会的2周的夏令营，然后有10天到花莲地区服务3个小学。那弟兄姐妹可以为你们的家人孩子们的预备来祷告，我们也需要同工的参与跟支援。阿门。好，那么接下来各位注意健康安全，我们看第7件教会消息。那么我们35周年庆会在今年的6月2号，那目前我们正在编写35周年的特刊，弟兄姐妹可以如果继续要投稿的，我们截止会在4月14号，我们就截止。我目前已经做第一审、第二审，在做第三审的文稿的校对跟进入编辑，请各位能够为之心代祷。那么我们的祷告会是改在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在教会实体的聚会。那么第三周会跟战士团实体之后在10点钟一起的聚会一起祷告。那么再往下，那我们的第三家庭的课程已经进行四周了，
那我们会持续有两大组的同时进行分组实习，还有共同的，请各位这个筹备祷告，因为大概目前有30几位弟兄姐妹在新店地区，我们同心来参与学习装备。好，那么清明连假我们因为有这几天时间，各位4月4号到4月6号中间聚会暂停，礼拜天是正常聚会啊，有当天有开家会，请各位就能够把那些时间空下来，下午去分享教会的事情。那么我们东森全关怀中心就是我们署董事长在这边哈。那么我们4月份的是4月11号跟4月25号有两次要继续服务啊，请各位可以预备心来一起参与这配搭的服务。好，我们新增加一个另外一个合作的单位，好，叫理人唯美学习服务团队。那么他们有一个非洲鼓的课程，要借我们教会16周在楼上，那么也把非洲鼓放在我们教会。那欢迎长辈们55岁以上就可以报名参加哈，因为它是有教育部的一些小小的补助啊，所以我们要培养非洲鼓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常来学习。那因为它是16周，每一周就200块钱的学习费用，所以大概要报名费3200。那我们会等它的QR code 出来的时候，在下一拜会公告。那各位就上网去填。啊，我们在6楼开放各位来学习。那么未来我们会借由一支非洲鼓在这边啊，我们会训练有素的同学们，就会跟着我们实习们用节奏非洲鼓来实习来敬拜。好 ，OK。所以为这个的远景哈来祷告。好，那我们肢体消息，我们看看一下，我们请为参与陪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持续祷告，让他可以有充足的睡眠，也可以有效率的陪读跟福音朋友跟我们弟兄姐妹孩子们。那为亲戚姐妹目前的有进步的状况，就是他的整个身心灵的喜乐平安，有好的胃口，让他过去的食道这部分是受到伤害的部分，让那个修复恢复，能够进食，能够有味觉，能够吃健康的食物。啊，其他弟兄姐妹的关心及各位代祷哈，家人的消息各位桌上有。那么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那他们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考试，那目前的国三的会考的孩子到5月份，他们都还在紧锣密鼓当中。特别各位可以在家中提名为他们守望祷告。那么，那我们第一期就有5位弟兄姐妹参加第三家庭的受训哈，为我们这一群是种子部队，能够盼望能够推动，在更多的人能够受训的培养。那这是我们在这边课程，那要拿到造福员才是正式的那个合格的名单，才能进入各家庭去帮助、去陪伴、去服务的部分。好，我们看我们今天的金句，来，我们来读约伯记的19章25节，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知约伯记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记19章25节，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各样的消息，也看见许多新的朋友在当中，我都求你一一的纪念，也纪念我们师所传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说我们也。肢体在他手中，求你来医治、关怀、陪伴、鼓励，也帮助我们可以在会后有美好的团契跟主公。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餐盒，是锅贴的餐盒，然后你拿着餐盒，等我到前面，我们会有披萨，还有简单的料理在前面，还有浓汤啊。那我们就请各位很轻松来享受我们今天中午的复活节哀乐。然后我们会有一人有一颗复活彩蛋，好，那你可以现场剥开来吃，当做你的蛋白质的补充，好，你也可以带回去跟你家人分享。好 ，OK， 好，那我们要吃，就是这边。来唱最后一首歌。好，我们有听友欢迎歌，对，我们再请新朋友好吗？再挥挥手一下哈，一位、三位，我们三位好，各位可以面向他来唱歌的哈，等我跟各位让祝福来听。
佛，再一，哎，可以，投一件，投，再一，再一。